喂，系系，阿叔呢度有咩好玩啊？呢度有咩好玩啊？系嘛？嗱，其实系我今日带你嚟呢度咧，系行一个怀念嘅 feel 嚟。怀念嘅 feel。系啦，嗱，你喺香港咧，你有冇食过嗰啲buffet啊嗰啲啊？有好多嘢拣噶嘛。好多嘢拣啦，系嘛？咁你有冇喺呢个 TVB 嘅 canteen 咧食过 buffet 咧？有 buffet， 梗系有啦，三餸飯啫嘛，一二三，冇噶啦，冇噶啦，冇噶。但系咧嗰陣時我喺香港嘅時候咧，我好懷念就係台灣嘅自助餐便當。哦，記得啦，我真係細細個嘅時候，媽咪成日帶我去嘅。你嗰陣時面咁大個㗎？係啊，我係睇唔到嘅喎嗰陣時，係啦。咁咧其實今日咧，我哋嚟呢度咧，呢個自助餐咧不得了啦，我哋要體驗一下自助餐有幾辛苦啊！煮飯。梗系啦，佢哋好大鑊咁樣，好難噶喎。唔使驚，唔使驚，我係廚師嚟噶嘛。咁又係嘅，咁你煮飯我做咩啊？你識唔識煮飯咧？唔識。你睇就知噶啦，一係洗碗啦，好嗎？啊，得。今日嘅一日打工咧，就係要嚟做自助餐店員。呢種自助餐店特色就係啲菜式非常之多，所以事前嘅準備啊，可以話係忙到踢曬腳啊！我真的冇入過廚房㗎，我唔知道煮杯麵啊或者煎蛋算唔算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真的是零嘅。其實本身諗住我知佢識煮飯㗎嘛，咁我是完全唔識嘅。我就諗啦，好啦，嗰啲需要煮嘢啦，比較難啲嘅就交俾佢啦，因為佢真係識煮㗎嘛。大家都知啦，佢係暖男嚟㗎嘛，呢啲嘢佢最勁啦。咁我咧可能就負責喺側邊切下菜啦，我執下台啦咁樣咯。大叔扣你啦！冇人嘅，有你啊！我们今天来打工的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有缺人吗？我希望你说没有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们先进去洗米、洗米、煮饭、切菜，菜很多哦，嗯 ，OK， 好，进不进了？洗米、煮饭。做咩？冇一樣我識嘅喎，咁點算？洗手你識啩？識。咁OK。走，謝謝阿姨。我們現在要幹嘛？洗米啊。洗米。對。啊，在那邊。在那邊。對。要先拿米嘛。對，讓米在那邊。米在。把那個打開。把那個打開。可以啊，那裡有一個罐子，可以掛那個鍋，但那裡有一個超粗的鍋起來。OK。喂。嚟噶？喺讲咩？听唔听明啊？听唔明啊！我都唔明啊！咁点算啊？去咗先啦，玩咗先啦。装米。对。好，装米。所以我们要先这个吗？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里有钩。好，钩那里有个钩。对啊，那里有一些凹凸的。拿来凹凸的。把钩起来。拿。就在那里。就在那里。有窿没？啊，这样。好。然后大的三个，小的一个。大的三个，小的啊，装在哪里？都装在这里。这个。对。我装这个。哎，好。大的三个。啊，三个要满的噻，像这样。啊，对，好厉害。很重哦，好重呀，这个。我以为你犀利，我全部听唔明啊，点解你可以听得明嘅？小的。哦。呢个同智商嘅有乜关系噶嘛？唔系啊，同年纪啊，你哋比较近啊嘛，你度阿姨。不是，是那个白色的，一个。好，这样然后呢？拿在这边，啊，那个要用哦。啊？那个也要。那个要。对。好。哦，那交给你了。好。那我放多个。我去那边洗。好。好。咩啊？呢个好重啊！你边个咁肉鸡啊？你咁大只，唔好扮嘢。摆呢度系嘛？系，等啊，冇咁快。你呢边可以洗噶喎。嗱，开咗佢先，系开咗佢先。好，跟住咧就玩水啦。慢慢。要感情嘅系咪？我知呢啲我识噶啦。系啦系啦系啦，系啊，我谂过噶，其实即系今日我做呢啲嘢咧。其實可以唔使叫佢嚟嘅，係我自己可以做曬噶啦。
咁又唔可以咁講嘅。唔可以咁呃收錢㗎。喂啊，我會識洗碗㗎，洗碗好叻㗎。OK， 洗碗。你係需要我㗎，我同你講。好。你差唔多嘅時候咧，就咁啦。誒唔係，我係咪要倒曬啲水？唔使，咁樣得啦。但係你呢啲啱㗎啦，係咪啲水咁白？係啊，跟住倒咗佢咯。跟住咧，你要洗到咧冇咁白嘅水嘅時候就 OK 噶啦。不要玩水啊！哦，好，沒有玩水。沒有玩水，沒有玩水。要加快點咯，加點。我再吃就好了哦。好。我覺得咧，我哋會被鬧嘅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嘅動作太慢了點算啊？依依不停話快啲喎。啊啊，好吧。好。其實咧，我成日都入廚房噶。我知道煮雞翼啊嘛。啊，係啊，煮雞翼。你只洗不是洗完就洗手？我不是，趕快洗。例如切嘢嘅部分咧，其實我真係好驚佢切到手，因為佢嗰個咁樣切嘅，咁樣切嘅，係咯，所以我就覺得。真係有啲嘢唔可以勉強嘅，係啊，真係有啲嘢唔可以。著比基尼佢 OK 嘅，嗱，俾你切啦。唔係，你切啦，切啦，切。我幫你擺啊，分工啊，好嘛？分工啊。咁好嘅你。係啦，小心手啊，係。想要快，但係好難快喎。你唔使快，但我見你佢見你依依好似好忙好急咁樣，我想幫手啊嘛。可以教的嘛，啲嘢速度可以教快的嘛，呢個文字嘅，係咪先？哦，係喎，可以快轉嘅喎，導演唔該曬啦。係啦，快啲咪得咯。炒菜嘛，好，炒菜。拜拜，加油啦！炒菜。多多啊，好熱㗎。這個嗎？全部。好，這個是什麼？海龍。海龍。这个算什么啊？什么类别的？海蟹、海带丝同种类。哦，即系同呢个海带丝系同一种类嘅嘢，叫做海龙啊。要炒对不对？对。哇！哇，掉出去了。炒这个很慢，因为这个你要炒到开，还要炒到烂，大概要花最少要25分钟。哇！这个那个炒得好咧，即系完成咧要25分钟左右啊！哇，我手好酸啊！嗱，佢就话咧，一阵间炒嗰个咧越嚟越细，越嚟越细，咁咪得啦，系啦，而家慢慢扁咗啦。終於都等到思婷批曬啲紅蘿蔔啦！而家呢一刻啊，梗係嗱嗱聲去裝外賣嘅飯盒啦！每日鋪頭咧開賣之前都要準備一大堆嘅訂單啊，手腳最緊要快先至得啊！如果唔係呢啲飯同埋湯啊凍咗啊，客人收到就投訴噶啦！鋪片，我起來。我而家咧發覺到咧，鋪片翻下去。思婷咧，佢咧乜都唔得噶，好明顯啊！啲咧裝個飯都唔得。又买住个中通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突然这么近，我有点害羞。我打紧仗呢度。你好紧张系嘛？我呢边咧好热噶。快点，快点打啦！我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呀。哎，我要收工啦。要收工？对啊。我收工啦。经理 OK 吗？你看啊。到了。啊？哎，钥匙。好，哇，你睇你湿晒啦地下，系喎，哇系咁滴喎，睇一睇望一望系边个先，啊怎么漏这么多，一直在漏，警察你居然帮到忙，到底是哪一个在漏？没事，我们慢慢找，是这个吗？应该不是这个，这个是老板娘包的。
我觉得佢可能走到了，我找到了哈。他看多地瓜。哦耶！丁丁，嘿。小心哦！还去哪里？来走走再走。好，这个吗？哎对，好，来一二三。煮饭？梗系啦。咩啊？呢个好重啊！我真系冇入过厨房噶。例如切嘢嘅部分咧，其实我真系好惊佢切到手。而思婷咧，乜都唔得噶，装个饭都唔得，又唔系叫佢装汤，真系有啲嘢唔可以勉强嘅，系啊。你睇下你湿晒啦地下。系。点解你居然帮到我？好，啊一二三，打便当，打便当。打便当。打便当，打便当。你来教金刚怎么打便当。我来教金刚怎么打便当。哎，刚刚你会了。上去，然后铺平。哎，打一平平平。平，哎要铺平嘿。平。哎，对，好，可以下一个。哦，平平平平平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平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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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。太多了吗？对，太多了。哦，太多了。哎，太多太多。其实这个真系唔易噶，佢多啲又唔得，少啲又唔得噶。这样可以吧 ？OK， 一次铺平，铺平。铺平，一次。好了，要放这边喽。好，铺平，铺平。哎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好劲噶啦哦，即系我嘅人生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噶啦。系嘛？系。哎，你可以。啊，咁样系嘛？差唔多啦。肯定夸张哦。我先唔要咧。咁攰，黐線嘅咩？不要聊天。好，咩聊天？快點，這邊要趕快鼓進去啊！好，哦，很燙很燙啊，很燙。小心啊！算左右邊對白擺上去就可以了。不用算了。對。哇，很燙很燙。哇，耽误很多。我们等下要去送便当哎。啊，我们还要送便当哦。还有100多颗，我们已经装了400多颗了，加油！狮头婆，你认真好人啊！明知金刚同埋思婷倒米都个食饭啦，耽误晒啲送外卖嘅时间，仲咁有爱心啊，叫两位加油添啊！咁你哋都唔好揸流摊啊，嗱嗱声啦，家下净系装白饭咋，啲餸都未放啊！啊，所以我这个是怎样？跟着阿姨抓一点。哦，好痛哦！不是，要小心。忘记跟你讲，这个很烫哎。不会，这么快，要迟到了。哦，阿姨。阿姨好快啊！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啊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是1块肉还是2块肉？一块啊，这个那绳子啊，这个一条，各一个，各一个，这放个这样子吗？这个不烫，然后这个也烫，压上去，这样子叠上去，这个一个，哎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哎，好叠上去，好，哎，啊呜，哇，哇，好热了，哇，啊。啊，阿姐、啊，你要不要拿个防烫的、啊？这个很热呢。哇，呢、這个真好热啊！呢个就系佢哋唔开冷气嘅后果啦。系咯，啲醋喺呢度而家都系咁热啦。哎哟，唔关事，我哋讲嘅系速度。讲咩啊？同埋速度。速度。系速度，我都有啦。速度。大快！系。阿姨，慢一点呐！我很久没被人家追了呢。你这样追我，我会拍谁呢？啊，我们这样要装几个？我要先装完，这边通通要装完哦。全部装完了。对。哇，我得全部装晒。哇，几百个哦，对。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快了哦！快，超车，超车！哦，被超车了。哦。不敢乱丢。啊，没有乱丢，一个格子，他有自己的家。哦，自己的家。
我覺得咧食到我哋呢啲咧係幸運嚟嘅，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我哋骨質比較多，係咪？我哋咁亂同埋咁核突。派送面單。好，那我們要便當要送的在哪裡？在這裡，在這裡。這裡嗎？幫我送到新莊附近那邊。新莊很近啊，很近，隔壁，很近，很近，隔壁，隔壁。好好，阿友拿一些。便當大家先拿上去，拿到摩托車上面。这个。抬起来放到这边来。哎，好，对，好棒，直接坐上去这样哦。对，好，那打开来，打开。对，刚刚那三袋都拿过来放。哇，好，对对对。哎，啊，不平均没关系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。好，好，出发。出发。哎呀。便当来喽，好，还有便当到了，妈妈慢吃哈，拜拜。哇，其实咧，喺呢度揸电单车咧，我真系好耐冇揸啦，好紧张，同埋觉得好恐怖啊，因为好多车啊，其实你一开始嘅时候，侧边就啊，你睇你睇，哇！嗨，哇，咁犀利嘅，哇，揸到入嚟，哇，不得了啊，真系，哇，我真的冇想過咧，即係員工餐要咁送到咁高的地方，係啦，幾特別啊！同埋我第一次見到咧個停車場咧，全部係醫用架車，全部醫用嘅。好啦，餐廳應該喺度啦。哎，哇，好重啊！啊，好重，好重啊！哇，唔系啊嘛，咁靓嘅，哇，啊，真系舒服啊！睇到呢个景咧，成个人咧都舒服晒。哇，呢个员工餐厅几好喎，真系，又有呢个空调，有冷气吓，几舒服。诶，唔系，我仲一样嘢，我仲一样嘢哦。我忘了翻。我再去送了啊！好好，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小心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倒了就不好玩喽。嘿，歪歪的哈。歪歪的。嘿，那这样子把它摆正，那就不要点那么高。好好，就这样。好好好，倒了要三点。没事。你如果倒泻咗，我系唔会理你嘅，你就留喺度。哇，真系唔容易喎呢个。佢系因为佢有啲油，所以佢系好滑嘅。好咯。我怕等一下你真的要刷地咯。姐姐，你不要说，我尿出来了。我尿出来了。咋啦？喂。哦，这个没有办法叠了啦。对，那我们就一盘一盘进去。OK， 很干净。我们要来刷洗菜台咯。好，来，金刚你很可爱，这个给你。好，金妮你最漂亮，这个给你。好，开始刷刷刷，刷刷刷刷，对，刷刷。好，还蛮好。你看完，这边也要洗。这边。对，还要抹肥皂。好，抹肥皂，抹肥皂。我再去拿一个帮你。好，哇哇。你今天送便当也迟到。对。然后你今天打汤你也给我卡豆，然后打饭又那么慢。哎。怎么办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那就是因为我的不行，才能显现你的厉害啊！真的？当然，我如果表现得很棒，你懂吗？14年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不能扣薪水哈。我是故意的，我做事很溜达的，我跟你讲。真的？当然。你等一下，
还要扫地拖地，你再做给我看嘿。啊，没有没有，等一下我们就收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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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工了。今日到而家，我成匹咧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考驗，真係考驗。最辛苦我覺得係出去送嘢咯，即係送便當嘅時候，因為其實我嗰陣時我揸電單車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好彩今日冇咩太陽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好熱好熱，即係啲風吹過嚟都係熱風嚟㗎嘛，所以我就覺得哇，佢哋真係好辛苦，真係好辛苦。嗰一 part 我覺得係最深刻嘅。